奥巴马分处处长说了一个笑话，他欧介林处长只要跟马英九总统在一起就叫做奥巴马。明庆忠检察长屏东哦，马里拉。一公营造林中进，海洋大学周兆伦校长，张惠博校长，龙大建设董事长特助李正惠，国际长哦，餐饮大也有，国际长郭志文国际长，黎明署王天顺队长，周松路主任，林代化主任周忠信，管碧玲立委，周松路主任许志杰执行长，蔡廷奎，林敬天主任竟然坐到后面去了，蔡静燕主任，邱义莹、林世宏主任，国际会议暨展览协会袁才生理事长、副校长，哎，又来了，陈敬敏副校长，美国商会史进会长、副总校长。王振华董事长，港都电台孙国祥副董事长，刘金昌副院长，陈斐朗副董事长，这应该是老大了。